今天教大家用十二骨变编一条手绳，取六根线，对折找到中间位置，做两骨变。两骨辫做一厘米左右即可，任意选四根线打两个蛇结，将两骨辫固定住。将线平均分成两半，可以按颜色来分，用红线最开始的这一根，从粉线的二四之间穿过，回到红色这边过来，它就是最下面的那一根了，再用最上面这一根先穿过，回到红色最底端，后面的步骤就是重复粉色。到合适长度，打蛇结收尾。简单的十二骨变手绳就编好了，下个视频给大家分享更精彩的。